昨晚一个网络平台搜寻人气颁奖礼，星光熠熠，得奖嘉宾个个都在网络上人气高企。Gigi 叶明熙成为搜寻人气票后，亦联同 Afterclass 得到乐坛新势力奖。希望可以见证住我哋嘅成长，仲有呢一个奖对我哋系一个推动力，所以大家都会继续加油嘅，好。系，同埋我好开心，今日我哋可以唱翻耀伟今日回忆，因为其实今日都系一个好好嘅回忆。我觉得我哋四个真系创造咗好多唔同嘅第一次，即系譬如第一次拍 MV 啊，同埋一齐录一首歌，同埋第一次攞一个组合奖，所以我觉得系好荣幸同埋好开心。希望我哋四个友谊都可以长存。其实咧，我觉得我哋要有一个，哎哟，一个手势。是代表我們的韓國很流行這個的，所以可能是 After Class、oh, yeah. 電視劇方面，人氣劇集《美麗戰場》以及《下流上車族》都得到多個獎項。是不是你的魔音千千？魔音千千，我的人氣音聲多得爹哋作了首咁好聽的歌，不知看了什麼網才知有機會在這裡。沒錯，現在拿了更多的獎項，會不會接下來是 TVB 的頒獎禮更有信心呢？他說夠了，他不去了那天。你不要屈他。你去不去？我不去。你為什麼不去？我不去，我做什麼？很得民心啊，在上網很多人都說車種車種啊，我沒有買票的，因為我沒那麼多錢。你化這麼多人，每晚都沒有化妝，人家素顏都不知道多漂亮。我經常都素顏啊，你不在這裡。你經常掃地都沒有。再次恭喜兩位啦，拿了。我還沒說完。你想說什麼？還有什麼想說的？有沒有信心來的1月8號再下一城？見到就見吧，未必來。我一定會見到你的，萬眾期待你出現啊。因為我知道一到聖誕咧就會有呢個頒獎禮，每年都好恨嚟啊！終於今年都可以嚟啦，仲要係可以攞到兩個獎，咁就非常非常之開心。今年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啦，加上即係一言 Sir 喺最尾嗰一幕瀨尿係令到人好深刻啊！咁我所以我覺得會多咗人搜尋。大家係翻戰嘅，因為又要鬧啦，又要支持我哋啦，咁都好開心嘅。多謝導演寫咗一個，即係好難得黑人憎嗰個係最受歡迎嘅啫。只要有一個咧壞人咧，咁啲好人咧先至可以突顯到佢哋嗰個正義感。所以導演，我覺得呢個 CP 咧，即係雖然係我同阿瑩同埋曉華，不過真係要其實有埋佢份嘅，經紀一公啊，翻去挑埋個名字上去咯，係咯。古仔同好耐冇喺香港攞獎嘅張艾嘉得到至尊級獎項，因而獨攬三個獎項，成為得獎最多女藝人。多謝大家對鄭欣宜同埋鄭欣宜嘅作品有興趣。呀，呢個成績滿唔滿意呢？滿意咗三粒星喎，米芝蓮餐廳都係三粒星嘅啫嘛，最多係咪啊？同埋你係快歌慢歌，大家都喜歡喎。多謝多謝大家 ，good taste，good taste，good taste。其實咧，我好少知道邊啲人會 search 我，因為我哋真係唔係好似同呢個 generation 有少少脱節，不過始終係。突然間話可以攞到呢個獎，我覺得真係好開心啊！農曆新年揾個機會同大家可能食餐飯、春茗之類，就順便慶祝埋。係咪都預咗揞一大筆錢出嚟抽獎？你唔好咩嘢都講到錢咁樣，咁樣咁市儈。咁啲員工最緊要係錢嘅啫嘛。一筆獎勵係啊，呢個獎勵佢哋工程嚟㗎嘛。唔係呢個一定會嘅，其實都一定做。但係我覺得，因為幾年都冇一齊坐低食過飯，呢個意義比抽獎更加緊要咯。